盼了29年的台北市客家移民嘉年华，今年是第一摆老开单风波，让各界发动安排到总统府面挑选的快投来进行，他邀有5000个乡亲来参加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来进行启动仪式。多几次的时间，蔡英文总统强调讲，浪漫推三线计划明年其实会全面来启动，希望做得更新和中介经济也带动产业的发展。锣鼓声、铁马鼓声，搭伴着土琴吹鼓的法鼓声，做每年的人天天节奏扭来扭去，看起来动神气。还有太后拉拉吹，用高难度的动作参加法通，必在参加开灯迎接，大家都免掉街。像我们这个就是属于傣族的，然后就是泰国的，我这种属于印度的，对，加一些客家的元素。总统请开锣。基建排名29年的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，开灯风帆迎接法通，台北温度总统府提前出发。打造快台技能台托就有一道热情的乡亲，韩国总统蔡英文媒体靠路启动仪式，支持家下韩特别选民客家乡亲都动关心的水航龙门台三线的进度。从明年起，我们就要全面启动，我们要集结跨部会跟各地方政府的力量，带动我们台三线客家文化跟在地经济的发展。我们第一次在台道举办这个作为这个移民祭的这个挑担奉换的起点，我想这是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跟中央跟地方哦一起来关心客家族群的发展。特别是从古分站玫瑰路的开灯灯条，带领大家行的点歌中，忘记从水岸行的台北市区地图，还有一道原住民同外国朋友每向好来感受汉人的热情同发力。我希望讲所有族群，不管是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外省人，全部强下来参加 NEA 多元化的这样客家发通。特别是客家年头的台事情，司机下属总会容易总会长吴百雄、前总统府秘书长叶秋兰、行政总林全叶东英，来特别去参加做即时台电的主持官。林全伫支持下这个强调，政府会推行客家政策的决心。那吴百雄系对客家强强为马特的及受骗的。我们承认我们有点紧张，有点慌恐，因为看到我们的孙子辈会讲客家话越来越少。我们便也看到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，留给我们的语言慢慢的消失。我们一定会把台湾这句话做好，而且呢做好之后，我们要推广到全台湾不同的客家庄。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有任何做的各位觉得还有不够的地方，也欢迎各位，拜托各位一定要给我们指教，让我们有尽力去做好的机会。农年的今天发通，想一道用钱去到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。台北市客家还在现场安排去加州法博馆的人，韩国飞彩太主演的发通，为海地太台北独飞前面中，每周的大鹏从伊同苏州来体验周中汉人单单就会港中的神发风色，韩国特别的文化女孩。客家新闻分公园陈周对路透。